我非常感谢总理、内阁同僚和人民行动党党员对我的信任和信心。我将尽我所能履行第一助理秘书长的重任。政治稳定向来是新加坡的特点，政府领导层的顺利交接将加强国人和世界各国对新加坡未来的信心。今天是交接过程的重要里程碑。对于国人重视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更新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，但是小国有小国的优势，我们可以群策群力做大事。瞬息万变的环境是挑战，更是机遇。所以一支有能力团结一心的领导团队来带领新加坡前进至关重要。